你说过，我们要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所以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提升了；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把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我们也把在劳工节外出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保守他们开车的平安，保守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无论在哪里，今天都是敬拜你的时刻，让我们同心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体有疾病、工作有压力的和寻找工作的弟兄姊妹仰望主，我们尤其把张胜初弟兄交给你，求你来保守他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让他寻找就寻见。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永远是美好的。感谢耶稣，我们也把昨天受洗的12位弟兄姊妹仰望主，求你来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生命在你的爱里边被你建造起来，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来保守我们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医治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得刚强得力量。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也为台湾来祷告，在这个海风大风的过程，这个洪水的过程过后，让他们在恢复重建的时候，真的看到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也真的是使用台湾的每一个教会，在这时候成为明光照耀，来帮助那些苦难中的人，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祈福。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昨天我们有12位弟兄姊妹受洗啊。昨天我们去了建学弟兄的，那个算他的那个度假屋吧，感谢主，建学弟兄这个房子买了，基本就为我们所用了。所以每一年我们好多次在那里边度假休息。建学也是，还有一个 Mark， 一个美国的弟兄，开着船，那么在大家在湖上走啊，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到那我就想到加利利海，耶稣在海边给他们受洗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昨天有12位弟兄姊妹受洗，有3位的青少年，今天青少年也在我们中间一起来领圣餐，哇，他们的见证都非常的美好。昨天那个水还有点凉，呵呵，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姐妹要受洗。那么在我们领圣餐之前，她要受洗，她叫刘燕。刘燕姐妹站起来给大家来挥挥手，大家认识一下她。刘燕姐妹是一个中国的著名的诗人，年轻的诗人，后来留学到日本，在日本读完了博士，在日本的一个大学教书。那么今天刘燕的 husband 山田太俊也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日本人，山田弟兄。我跟你讲啊，请坐，请坐，你们两位请坐。这个山田弟兄啊，是非常爱主的一个日本弟兄。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信主人不多。那么他也在大学教书，他教哲学。那么他信耶稣，信很长的时间了，很感谢主。所以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我上次到这个北海道去领会，途经大阪，那么他们夫妻两个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到这个京都啊去参观。晚上我们一起聚会啊，那一天有很美好的聚会，感谢主啊。今天燕子姐妹呢，她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路过美国，在我们华盛顿，来看正义弟兄。那么燕子他们都是独立笔会的这些作家，所以这次到我们中间，我们要为他施洗，施洗完我们就一起来给我们领圣餐，好不好？感谢主，我们天国又多了一个子民，你们神又多了一个儿女啊。我们来请燕子到台上来吧。燕子姓刘，叫刘燕，她的笔名叫燕子，她是湖南人。我们有湖南人举手，多少湖南人？我看看，我们叫湖南人特别多。刚才领会呢，你听她是湖南口音，对不对？问你，刘燕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一生跟随他吗？刘燕姐妹，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门。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恩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感谢你这个时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站立。我们也感谢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拿着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当你在十字架被钉死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罪和你一同被钉死。主啊，你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你的宝血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主啊，你道成肉身，经历患难，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成就了荣耀的事工。这样伟大的救赎今天临到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我们领受着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你。在领受着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祝福要通过你的儿子流到我们的身上，通过你的救恩，属天的祝福流到你的每个儿女的家庭之中。主啊，祝福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艰难，无论我们什么样的软弱，我们靠着你我们都可以站立，我们靠着你都可以得胜。哈利路亚。我们把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仰望主，让我们虽然环境中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工作，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你，我们就没有惧怕。主啊，我们也把每一个怀孕的姐妹仰望主，主啊，祝福他们腹中的胎儿，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是你预定要拣选的人。祝福他们在怀孕的期间，也祝福他们生产的过程。我们尤其把王炯姐妹仰望主，两个星期以后她的小 baby 就要诞生。主啊，祝福她，宝血来遮盖她，让她生产尽多顺利。哈利路亚。主啊，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家庭都仰望主，求你让我们靠着你丰盛，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教会的年轻一代的成长我们充满了感恩。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蒙召之后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在蒙召以后他所面对的境遇和他生命中的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读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为神拣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我们感恩对不对？我们看到保罗他写的书信，保罗建造教会，保罗的宣教的里程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如果没有保罗，也许我们在座的今天还没有机会来听闻福音。所以神拣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是向犹太人之外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我们知道在不就保罗在基督教界我们这样如此的尊敬他我们把他认为他和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以赛亚、但以理同样的是为基督教做了最重要贡献的上帝所拣选的仆人。那么我们知道即使在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人对他的评价也相当的高。有一天我打开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介绍基督教，介绍两个耶稣基督之外只介绍了一个人物，那就是保罗大英百科认为如果没有保罗，可能今天基督教的教义不会如此的严谨不会如此的严谨，不会使基督教义能够提高到那么一个高度保罗是有学者的思想，他有先知般的忧伤，他有布道家的热情，有牧者的心肠，有这个保罗被神所拣选，他自己称自己是罪魁，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感谢神他的爱怜悯临到了我说我们知道保罗，我们上礼拜讲到上次我们讲到上礼拜我还在俄罗斯呢上次我们讲到第九章一开始，保罗带着大祭司的指令，保罗是一个忠诚的犹太教徒犹太教徒，保罗是一个在犹太教里受过最严格训练的一个宗教的人士保罗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对他本民族的文化相当的了解。不仅如此，保罗还是罗马的公民。那么他生在大树，大树这个数字的我们翻译成数字的树，大树这个地方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是个希腊化的城市，那里面学者和大学林立，所以他在那里面接受了很好的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本民族的文化的了解和希腊对先进文化的熏陶，所以预备了保罗要宣教的能力所以神拣选了他。
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保罗不信基督教的，保罗不信耶稣基督的，他把耶稣基督当作异端，所以他在带着大祭司的手令去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耶稣拣选了他。我们知道当他行在路上，一个大光照着他啊，神耶稣亲自的对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没有奉献给主之前，他的名叫扫罗啊，扫罗。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主，他问主一个问题，我没有逼迫你啊。但是后来他明白一个道理，他逼迫了基督徒，就是逼迫了主耶稣基督。他发现基督徒跟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在一起的。我们昨天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我跟他们讲，我们受洗的意义就是与基督联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必在复活的上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么这个联合，就基督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在基督里边，耶稣说你们在我里边，我在你们里边，正如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一样的。所以这非常重要一个观念。那么保罗就被拣选了，保罗那个时候他遇到了神的拣选，他没有回避的余地了，所以他顺服了。可是保罗那个时候瞎了啊，两个眼睛都瞎了，他像囚犯一样被带到了大马士革。那么他带到了一个叫犹大的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他带到这个家里边，他眼睛是看不见的。保罗在行在路上，你想保罗什么心情？他拿着全国的最高宗教领袖的手令，大祭司手令去抓基督徒，他抓到所有的基督徒可以把他们下到监里去，甚至杀掉他们都没有关系的。现在他路上走路的时候一定是趾高气扬的，但他遇到了耶稣基督啊，神向他显现，他立刻变成一个囚犯一样啊，双眼失明，孤独寂寞，然后呢悔恨交加，他被带到了犹大的家中。就在这个时候，保罗的生命开始了转变，神在这时候使用了不同的人来改变扫罗的观念啊。我们知道神首先使用了亚拿尼亚，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第九章，我们在第九章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好了。第十节啊，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这一般的圣经讲的，一般的圣经的文字的记载一般都是这样，当主说你的名字的时候，那个人一定回答说主，我在这里。撒母耳也是，对不对？撒母耳，主，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所以亚拿尼亚听到了主的声音，主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中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是耶稣对他说的啊，说你去吧，你会看到一个是从大树来的人啊，名叫扫罗，他正在那里祷告呢。到扫罗在那里祷告了多久啊？三天三夜，也没有吃饭，也不吃也不喝，他什么都看不见。我想这个祷告正是他清理他生命的过程。在没认识主之前，他是逼迫耶稣的，逼迫基督教的。他不仅不认识，而且他逼迫的。我们知道，当斯蒂凡殉道被打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扫罗站在旁边，他拿着斯蒂凡的衣服，他暗暗的高兴，因为他又杀死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扫罗却被神俘虏了，他来到了犹大的家中，他在那里祷告，神让亚拿尼亚去帮助他。亚拿尼亚怎么样？亚拿尼亚什么反应？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去帮助一个曾经杀很多基督徒的人啊，神说你去，他在那等着你，你去给他祷告，你会怎么想？你说那人该下地狱啊，对不对？我不该理他。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也读到了约拿这个先知，我们知道约拿书，我们看到约拿当神要差派他要向那些那些就是逼迫他们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约拿就不去了。约拿说我不去的啊，我不能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该下地狱的。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的反应呢，亚拿尼亚是这样说的，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也跟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他的意思说，我不要去我不想去，主啊，你知道这个人是多多的逼迫你。但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了，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主对亚拿尼亚说的。我们知道亚拿尼亚他听从了主的命令，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主的命令是他们最高的权威。主说你要去，这个人虽然逼迫过基督徒，这是虽然是基督教的敌人，但是现在他悔改了，悔改了，所以我要通过你祝福他，通过你医治他，通过你释放他，而且通过你把我要做的事情告诉他。所以亚拿尼亚就顺服了。我们亚拿尼亚，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前一段我们讲过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不对？这个在《使徒行传》有三个亚拿尼亚，我们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亚拿尼亚，那个亚拿尼亚已经死了欺哄圣灵的那个亚拿尼亚。可是亚拿尼亚的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的慈爱，神的怜悯的意思，怜悯的意思。这个亚拿尼亚他应该是哪里的人呢？弟兄姊妹讲，读了一段经文，大马士革人，对不对？他一定是当地的人，上帝不会从很远的地方来拣选人来帮助扫罗的，他一定是当地人，而且他一定是圣灵充满的。第十节十七节我们看他是圣灵充满的，当神命令他要为扫罗按手，让他恢复他的视觉，亚拿尼亚对神的话都不能相信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扫罗在耶路撒冷逼迫神的圣徒的消息传到了各地。当扫罗又来到大马色之前，肯定有基督徒比扫罗更早的来到大马色，告诉当地的圣徒说扫罗要来了。你看扫罗那个名气该多大，当时一听扫罗要来知道逼迫要来了，所以大家都开始躲起来了躲起来不见他。没有想到他在路上被耶稣拣选了，被耶稣拣选。所以他虽然向主提出异议，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也是拿着祭司长的手令和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的名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呢？那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下一句很重要，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的面前来为我做见证，宣扬我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当神拣选了扫罗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以色列人以外的地方，因为扫罗具备神要拣选的用的一切的能力和品格。扫罗对他的信仰坚贞非常的坚贞，忠贞的信仰。他即使在犹太教的时候，他对上帝那也是没说的，那他上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为上帝做的，他不懂的。但是他发现这个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以扫罗的一生那是充满了苦难也充满了荣耀的一生。我们知道扫罗一生都没有结婚后来改名叫保罗，他都没有结婚他不希望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跟他同样经受这么大的苦难所以现在天主教这个神父是不结婚的，就是指从他而来，说你看扫罗嘛，他做主的事情就一心做主的事情，不要为家庭担忧，所以现在天主教的神父那就不结婚我这次去了俄罗斯，我去了参观了东正教的教堂东正教我参观了好多著名的教堂，我也去了东宫大家知道东宫列宁在十月，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了解攻打东宫的时候那个我都看了，那东宫那些艺术品很多的，东宫大概差不多有300万件的艺术品。你说一分钟一个艺术品，你看一分钟你需要看一年就这么长那个不得了的那个东宫相当的大非常的漂亮。我也看了夏宫夏宫叫彼得宫，是彼得大帝的建造的宫殿，非常的美丽。我也去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在那里办公的地方现在都回归给人民了，我们都可以去参观在这个克里姆林门口有人欢迎你，
谁欢迎哪？斯大林啊，一个斯大林的演员穿斯大林衣服跟你握手啊，来跟你照相，当然不能白照，照一相100卢布，差不多3美金。斯大林跟你照一相，觉得挺滑稽，这历史真的是滑稽。当我看到那个叫瓦西里大教堂，就是那个在红场上最大的教堂瓦西里教堂，我进去看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壁画，那当然有保罗的，啊，保罗传福音的，保罗四次宣教的壁画，在那个里边，啊，那个画都是700多年前画的，现在还在那里，据说已经被苏维埃都铲掉了一些。那么这个大教堂能够保留下来，真的是神迹，啊，当年斯大林决定拆除这个教堂，因为这个教堂就在红场。啊，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你知道那个克里姆林宫上边不有的红星吗？那镶宝石的红星，过去是他们俄国的国徽，双头鹰拿掉了，改成红星。那么这个大教堂呢？那个大教堂真的是艺术杰作，太漂亮了，你到那感觉一种震撼。我沿着那个教堂转了10圈，看不够，没进去。那我下了飞机就去了红场，看完那个教堂，我就飞到叶卡捷琳娜，我去布道去。我就赶着飞机半夜凌晨3点钟到叶卡，没有机会进去。后来我回来，终于那天它开放了。它是十几年都没有开放，一直在装修。那我第一次开放被我赶上了，哇！我进去了啊，真的是感谢主，神真的怜悯我。我看了那么一个美丽的教堂，我就想到上帝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上帝。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最后都要回到上帝的怀中。你们，哈利路亚。你看苏联共产主义70年搞社会主义，不要上帝啊，我们把人当作神，我们遵从列宁，遵从斯大林。可是今天俄罗斯人又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怀抱中来。你看那个教堂，他还是在那里，列宁已经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可是上帝又回来。阿们，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教堂1942年是43年的，斯大林决定拆毁的时候，刚要拆，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打过来了，不能拆了，没机会拆了，赶紧去打仗去了，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教堂保留了下来。我想到我们小时候，我的老家哈尔滨有一个跟他同样跟瓦西里教堂同样的教堂，就是喀贝这个教堂在哈尔滨建造，是哈尔滨那个地标，文化大革命被10万红卫兵给拉倒了。据说用10万红卫兵，用7000根绳子，最粗大的绳绑住关键的柱子，然后大家一起喊“造反有理”，把他拉倒的。今天想恢复过来，蛮难的啊，蛮难的。这都是艺术杰作。我发现俄罗斯人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中，神和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告诉你，俄罗斯的浸信会发展相当快啊，浸信会现在浸信会迅速的发展。所以这个东正教，当然东正教人也不少，你到教会里那里边做礼拜的人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很多来人跪在那认罪的，啊，认罪的。我进去一个，我去了圣彼得堡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我去参观，很多的人，年轻的人、年老的人来到那里边，他们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穿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哦，那他们都穿的非常的整洁，女人全带着这个围巾包着头进来。然后站在那儿默默地去思想，然后认罪、画十字架、祷告，啊，神，他们的东正教的主教在那里做那个弥撒，我也参加了一次，参加那个他们唱诗，从头唱到尾，啊，那个诗歌非常的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了解东正教和天主教，他们的礼仪我们都不太了解，去看一看，啊，也不见得什么是什么坏处，不是，他们当然他们在信仰上跟我们还不太一样，我们是改革了，我们完全回到圣经，他们还有人的文化的东西在里边，这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堂啊，在那里边也确实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安慰，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使用了亚拿尼亚顺服了上帝的引导，神让他去帮助扫罗，说你只管去，这是我拣选的器皿，我要让他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还是顺服了，因为亚拿尼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是犹太人，记住亚拿尼亚是犹太人，在使徒行传22章12节记载他是犹太人，他知道扫罗在犹太人的地位，他也知道扫罗在犹太人中的背景，
他也知道扫罗在基督徒里边的坏名声，但是他还是顺服了神，他去了，他见到了扫罗，他看到扫罗正在祷告，正像耶稣所说的，扫罗在什么？在祷告呢，祷告呢。亚大尼亚深受感动。我告诉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一个祷告的人，你就知道那是你的弟兄，他正在祷告，所以他就举起手，他告诉他说：“兄弟扫罗，啊，他第一句话就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弟兄扫罗。”我想这句话扫罗听到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今天基督徒称他为弟兄扫罗，啊，这是何等的一个尊贵的称呼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叫弟兄啊！我就到俄罗斯去，我最深的感受，我走到哪里都是我的弟兄啊，我的姐妹，多么的不同啊！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只要会唱国际歌，我们走到世界各地都会找到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我来到了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故乡，我找不到我的同志了，找不到朋友。我一下飞机在叶卡接我的是俄罗斯的一个警察，那么因为警察要找外快嘛，所以华人教会就租警察雇警察来接我送我，比较安全嘛。所以这个警察接我的时候，我就拍拍他肩膀说达瓦利什，他看我 no 达瓦利什，笑了，我不是同志了，现在我们是现在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不是同志了，不是达瓦利什，达瓦利是俄语同志的意思，对不对？我正经常开的玩笑，他带我去参观那个尼古拉二世被殉难的地方，啊，这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家庭，东正教的，完全被列宁全部的机枪扫，五个女儿公主，一个儿子，儿子很小，在地下室的机枪扫，一个人最少50个子弹打死。现在他们却被俄罗斯人尊敬的给他建了一个大的教堂，在他殉难的地方，很多人去那里，我去那里我也很感动，我看了一个照片啊，一个雕塑，尼古拉二世。这个沙皇最后一个沙皇抱着他的孩子，孩子已经被打死了，那个手当了的底，五个女儿跟着他，眼睛看着前面，一点都没有惧怕，没有哀伤。那个雕塑说他正走进上帝的怀抱。那天我知道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多么的大啊，多么的大。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今天听闻福音，我走到俄罗斯任何一个地方，华人的教会在那里传扬福音，成为当地的华人的帮助和安慰。我到了这个叶卡，我凌晨3点钟下飞机，弟兄帮我接回去，5点钟睡觉，9点钟就要起床讲道，9点钟就敲我门了。然后晚上我就有点站不住了，一天讲了，我坐了2天的飞机，我又讲了大概1天的道。晚上10点钟我腿就已经肿了，脚也肿了，站不住了。后来我说能不能够找个地方我要躺一下啊，他们就给我找了一个，他们很艰苦的，那些弟兄姊妹都很艰苦，找了一个弟兄家里边。我刚一躺在床上，他们就上来5、6个弟兄给我鞋袜子脱掉给我洗脚啊，一盆热水端过来给我洗脚，我眼泪就出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我的老乡，东北的弟兄啊，都是孩子，大概都20岁左右，都管我叫四叔。四叔，我小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故事。哎呀，给我弄得我知道我多老了，原来他们小学时候就知道我，我应该多老了，你想。哇，这个我一想真的，哇，是老了，对不对？他们小学的时候听闻我的故事，就像我小时候听到雷锋的故事一样，多老了。他们给我洗脚的时候我真感动，这个弟兄我都叫回他们的名字，大军呐，这个他们的小名我都叫他们小名字啊，一群主内的弟兄信的耶稣，都是东北人啊，在那里做生意，感谢主，感谢主。所以神在使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神都给他一个使命。当神使用保罗，给他一个使命，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当神使用亚拿尼亚，神给他一个指令，让他来帮助扫罗，帮助扫罗。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在圣经中没有特别的记载他更多的事情，但是只记载着一声，他帮助了扫罗。他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就能看见了。于是他就受了洗，受了洗。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受洗啊！我这次在俄罗斯为77位弟兄姊妹受洗，77位。我们昨天受洗12位，今天我们有1位刘艳姐妹受洗，
我这上个月跟这个月，我就一直给大家受洗，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啊，四处给大家受洗。受洗的时候真的是喜乐，真的是喜乐。也看到那些弟兄姊妹讲见证，走到前面流着眼泪，他们把生命交给主。很多年轻的人这次受洗，俄罗斯有39位，好像这个叶卡捷琳娜有36位、37位，我忘了。但是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每当他们受洗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里边有没有一个保罗呢？你们想过没有？这里边一定是有被神所拣选的重用的仆人啊。所以也许我们的生命中就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帮助一个人信了主，其实就很了不起了。我常常想到那个把福音传给我那个农村的妇女啊，我后来在电话中，就是这几年的电话中，我问他你带过多人信主，他想了半天，他说我带的就你一个人信主，如果算是我带信主的话，那就是你一个，再没有了。可是这人常常四处传福音也没什么果效，却把我带信主了。一个不识字的人，一个大字都不识，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人，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给带信主了，那这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不是因为人讲的怎么好，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是因为的拣选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了神，神就使用了我们。那我走到哪里，我去带人信主传福音，那么神都会纪念那位姐妹，那位把福音传给我的那个姐妹，就像神纪念亚纳尼亚一样，神纪念他。所以亚纳尼亚曾扫罗为兄弟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喜乐。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从亚当尼亚这个身上，我们有几个功课要学习。第一个，首先我们即使最寂寂无名的圣徒，神也是使用他啊。如果不是为了扫罗的回转，今天我们看不到圣经会记载着亚纳尼亚这个圣徒，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啊，这个传福音是牧师做的，牧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我们刚信主没多久，不要在意。也许在你在火车上，也许你在飞机上，也许你在公司的办公室里边，你随意的你跟他谈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的见证的时候，在他生命中引起的波澜，在他生命中带来的改变，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想到，没多久这个人得救啊，得救了。我相信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多少的朋友都不能理解我做传道人。当问到我那些最好的朋友，包括今天的郑毅、苏小康，问到他们说伯利为什么能够做传道人呢？很简单嘛，那场大病，4年的大病，他什么都想明白了。其实他们还不完全理解，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里边很多人成了我的弟兄，他们才是真正的理解张伯利当年被呼召的时候是出于什么。不是我们走投无路了，是神的爱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无路可走，只有跟他可走。我们不跟他走，我们走其他的路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其他的路已经不能够吸引我们，其他的哲学思想不能够满足我们，唯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和他的爱能够使我们得到喜乐、平安和满足。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寻道的人，我们都是追求的人，我们找了所有的主义，我们找了所有的思想，我们突然发现这些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唯有耶稣基督的爱。你们，我们在基督的救恩中，我们真正的得到了满足。第二点，我们看到扫罗是以色列中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教师，一个法利赛人啊，一个拉比。但是当扫罗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却没有亲自的告诉他做什么，神用了亚拿尼亚告诉他做什么，对不对？神对亚拿尼亚说的，说你要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是要为外邦人做的使徒啊，在外邦人和以色列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的人。所以但是神没有亲自对扫罗说你是我所拣选的，你是外邦的使徒，你是要在君王和以色列面前为我做见证的，神没有这样说。神却通过亚拿尼亚，为什么？因为神使用他的教会，这就是神跟教会的关系。耶稣基督让世界的光
教会来从事那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所以在亚拿尼亚身上，我们看到主是使用教会的儿女，他成为他救恩流通的一个管道。所以神的救恩、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扫罗身上是通过亚拿尼亚留给他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瞧你的作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职分啊！我常常想，这个职分叫做天国的大使，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大使是代表一个国家说话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做天国的大使，我们代表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人，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传扬的唯有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啊，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后来也讲过，如果我传的、你们传的跟我传的耶稣基督不一样的一样，你们就可咒可诅。所以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是从圣经而来的，从这66卷书中来的纯正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遵循的圣经是无误的，66卷书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在1500年之内，通过40几位作者写出66卷书，是圣灵的感动，而且前后一致的。旧约预示着耶稣基督要来，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来了，他所行的事，他所说的话，他所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第三点就是神在工作的时候是平衡的，神用了犹大家中的一个静静的相遇来平衡一个公开的一个大光一样的奇迹。我们看到一个多么奇妙的救恩，这个使趾高气扬的扫罗扑倒在地，又来到了犹大的家中，在亚拿尼亚的按手之下，他得到了救恩，得到了释放。那么最后我们也绝不要低估一个人归向耶稣的价值。当扫罗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教里面对他是大概90%人是拒绝的，看到没有？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背景，我也常常想到我归给耶稣基督，基督教界的对我就差不多，不是90%拒绝，也差不多，可能有80%吧，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64的背景，所以我常常会看到网上称我为民运牧师。当我看到这个民运牧师，我就想到这有民运牧师，还有流氓牧师，还有死刑犯牧师，还有什么贪污犯牧师吗？不可以这样分的，神的身体是不能分离我的。我知道这里边都是基督教，很多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的话语，因为他们要拒绝一些人接受救恩，他们觉得接受救恩应该是好人，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好人。什么叫好人呢？这个人没有过去什么不光彩的历史，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哦。神拯救的是罪人，我是参加过6次运动，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6次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意味着我在成为一个牧师之前，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成了民运牧师。但是感谢主，10几年来，我忠心的服侍，我牧养一个小教会，牧养丰收教会，我们从10几个人到今天，我们成长起来，我委身在一个教会中，好像现在大家不再讲我民运牧师了，不用民运。保罗也一样啊，保罗在被呼召出来，他所面对的那个压力比我今天大得多了，大得多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神，他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明白？他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因为这是他的主权。我们人靠我们的智慧想阻挡是阻挡不了的，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扫罗，当他第二点，我们看到扫罗遇到的误解和阻拦，在第9章的22节，我们看25节，我们从22节我们看到25节怎么记载着？过了啊，这是对。扫罗信了主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传福音了。在不是19节，我们看到吃过饭就健壮了。20节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他眼睛看见了，受了洗了，在大马士革就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立刻就在各个会堂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地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就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是要捆绑这些基督徒的，带到祭司那里去的。但是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说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的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的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上坠下去。扫罗离开了大马士革。我们这段时间看到扫罗面对的是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啊。他得救以后，他就大发热心，他就宣扬那个拣选他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当大的一种叛逆啊！神的儿子，犹太人不敢这样说的啊，不敢这样说的。但是扫罗见到了，所以扫罗遇到了两难。第一个，犹太人那些人不信任他啊，犹太人那些基督徒不信任他，说这个人不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基督信徒的那个人吗？他到这里来怎么能够宣扬耶稣基督呢？他是不是假的？所以不信任他。我们在20节到21节看到，尤其对犹太人宣扬一个人是神的儿子，就是亵渎了神，就是亵渎了神。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所以要杀他，要杀他。第二个，基督徒也不信任他。我们在26节看到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想跟那些门徒们来往，可是他们不相信他是门徒，人们都怕他，也是不接受他。所以扫罗在被得救以后啊，我们发现扫罗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后来扫罗逃离了大马士革，他一逃出去多久啊？3年，他逃到了阿拉伯，叫亚拉伯，这里叫亚拉伯。他逃到了亚拉伯，在亚大拉伯有3年的时间以后，他再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为什么到亚拉伯呢？可能是神指示他有一个思考的时间，独处的时间。就像我被拣选，1995年我就去了芝加哥。我没到亚拉伯，我到了芝加哥。我到了芝加哥，我就在威屯神学院。我的托福的能力，我的英文的能力不能入学的，所以我就在神学院里边就去读。当然没有拿学分，拿学分。1年的时间，整个就在旷野，没有人理睬我，但是很感谢主。那一年，我深深的经历了耶稣的同在，那是我的旷野的生活。那么后来我又到了洛杉矶。我在洛杉矶有3年的时间，在神学院里边，大概这4年的时间是我反思，是我装备，是我思考的4年。保罗有3年的时间，当保罗再从亚拉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已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名人了，在基督教界他已经是有影响了。那我们相信，在亚拉伯的3年的时间，保罗不仅思考了，保罗也做工了，保罗传福音了。保罗走到哪里都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他在，所以扫罗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中，他描写了他自己那段的经历，那段经历，他遇到了同族的危险，就是犹太人杀他，他遇到了外邦人的危险，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的第11章，然后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说不但如此。我还是要立志跟随耶稣基督，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边敬虔度日的，他说都要受到逼迫，这是很正常的。他不把逼迫当作什么事情，他觉得跟随耶稣基督一定会遇到逼迫。所以他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反倒在各种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当我们读到保罗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伟大的使徒感恩。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4到10节，我们读这段经文，看到保罗自己在那段时间他对自己的描述。大树，后来保罗又回到了大树，他这时候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首先他被拒绝了，他被拒绝了。起初22节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都怕他。我们知道有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过一段会讲到安提阿的教会。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犹太信徒组成的教会，大多数都是犹太的信徒。我们知道第一次彼得布道，3000人给信主，那些信主的人多数是犹太人，而且是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来的犹太人，他们信主了。当然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有的回到各地去，也把福音带到各地去了。可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使徒们在那里的教会。你看我们看到彼得在那里，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在那里管理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他们都在那里边。那扫罗呢，是被呼召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犹太人，他成为神的，他自称他遇见了神，他自称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呼召了他，他自称在亚当尼亚在犹大的家中为他按手祷告，他被圣灵充满，那天他受了洗。他自称他所领受的职命是向外邦人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犹太人的信徒，尤其跟随过耶稣基督还活着的那11个使徒，那是都活着呢，包括那后来拣选的马提亚第12个使徒也在那中间。他们对扫罗的接受程度是相当有限，我们看到圣经很多人是不接受他的，不承认他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巴拿巴，巴拿巴是不是12个使徒中间的，可是在教会中是扮演特别重要的一个职分。巴拿巴什么是信主的？巴拿巴是保罗彼得的布道会是信主的，对不对？一定是吗？在这之前没有吗？巴拿巴是在彼得的布道，他是住在哪里？是塞浦路斯来的人。他那天到了耶路撒冷，圣灵浇灌下来，扫那个彼得讲道，巴拿巴觉知信主吗？巴拿巴就觉知。可是巴拿巴成长特别快，巴拿巴就跟这个腓力和斯蒂凡一样，相当快速的成长的教会，很快成了教会的领袖，而且在最后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其实安提阿教会就是巴拿巴在那里边主要负责的。所以是巴拿巴成为了一个伯乐，把扫罗带到了众使徒的面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写的哈。我们看这个23节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惧怕他。这个门徒 disciple 使徒门徒那个时候常常的通用，其实包括了使徒这个 disciple。 他说与门徒相交，他们都惧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了。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希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这些说希腊话的人就是逼迫斯蒂凡的人，斯蒂凡被告就是这批人告的这不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在外邦好像我们今天的海归这批人物都是他们告的所以斯蒂凡被他们陷害，告到那里去。那么今天他们要陷害保罗，所以我看到说那时候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有平安被建造，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今天敬畏圣经，我们就看到这里好了。我们看到说，当扫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遇到第一个他被拒绝起初耶路撒冷的信徒们都怕他，因为都知道他这个人太有名了，这个人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人物，被神所拣选了。他的名是什么名呢？就是逼迫基督徒的名，
大家想到他，就想到那些把基督抓到监狱的人。扫罗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他们怕他，不想跟他来往，就像今天一个共产党员信了耶稣，我们有点怕他，对不对？如果这人是安全部的，这又是管宗教事务的，他说我要信耶稣，大家想，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打入我们教会内部，把长老牧师的名字都摸清楚了，一网打尽，对不对？怕他，不跟他来往，会不会？扫罗当年也是这样，对不对？被抓基督徒的，结果现在成了使徒，要传福音。但是感谢主啊，感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扫罗还是被接纳了，被接纳了。因为有一个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巴拿巴是拿巴的儿子啊，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如果这个前面加个巴，就表示儿子的意思。我们读圣经有叫巴耶稣，那就是耶稣的儿子，不是我们所信的主，是另外一个耶稣的儿子，就巴耶稣。拿巴，我们知道旧约有个大卫呢，有个拿巴，特别吝啬的一个拿巴，对不对？啊，那个大卫想要抄的要点吃的帮助，他不仅不帮助他，还羞辱他。后来这个大卫要杀他去，拿巴的妻子就特别聪明，就跟大卫说了好话。后来大卫没有杀他，好像这个人就死了。后来他妻子成了大卫的妻子，好像大家知道这事儿是吧？这个知道就行了。所以这个叫拿巴啊，这个巴拿巴他的爸爸也叫拿巴，他是拿巴的儿子。那么他的名字叫巴拿巴的意思叫劝慰之子啊，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很有劝慰的恩赐、接待的恩赐和帮助人的恩赐。他会使两个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就所以这个他特别有一个这个做牧者的恩赐啊。这个巴拿巴是特别好的一个牧者，如果我们读他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别有爱心啊，而且心胸宽大，非常的宽大。所以保罗是非常一个有能力的人，性格也很刚硬坚强的一个人，但巴拿巴就特别柔软，他俩成了一个互补，所以神使用他们两个来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所以当然我们很感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宣教的教会拆败出去的是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保罗啊，一个是巴拿巴，他们把最好的牧师都拆派出去。我想有一天当我们建完堂了，你把我拆派出去吧，我也去出去传福音去。咱们拆派当然拆派好的，对，把我修长老、陈长老都拆派出去，这个我们出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拆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教会要找谁宣教，找那个最不听话的，教会里调皮捣蛋，出去吧，出去吧，宣教去吧，所以就结束了，这个不好。我们要选最好的宣教，你到那儿你会发现，哇，那个讲道可不像在美国讲道。我到俄罗斯的叶卡，早晨起来9点钟、8点钟祷告，祷告到9点钟就讲道，讲到12点半，上午2堂，一堂1点，1个半小时，下午4点钟又开始讲道。下午你这个吃完午饭，有很多弟兄姊妹找你谈话，跟你交通，你也不能拒绝，都是老乡，拒绝了也不太好意思。然后讲到脑袋也迷迷糊糊了，开始敬拜了，又开始第三堂4点钟，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得站着敬拜啊，对不对？站完了我的腿就软了，然后再讲到晚上10点钟，4点钟到10点钟又6个小时。所以看到你出去宣教没有个好身体，你在这没有好装备，出去不行啊，讲什么呢？对不对？一下20堂到，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平时要装备自己，弟兄姊妹。所以主日学啊，我盼望你们真的早一点来。有一天你出去，有的时候说你是丰收教会出去不会讲道，你丢丰收教会人嘛，对不对？真的，赵海回东北去，回老家去，说哪儿来的丰收的，讲道吧。赵海说没讲过道，没讲道也得讲啊。你丰收你不张牧师教会的，你得会讲道啊，对不对？所以就回来就得讲道。那你们有天你们如果真的是回老家去，那教会没有牧师，你看到他们讲的都是不准确的，你要不要讲？当然站起就讲吧，神给你讲台的机会你一定要讲。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来学主日学。那这个下一个主日学是王伟弟兄的，王伟弟兄讲加拉太书。我跟你讲，王伟弟兄非常有教导恩赐，这个弟兄你们听他的课绝不会后悔。我盼望你们10点钟你们不听一定后悔。上次我到他们小组去，我看王伟带小组，哦，那个真的话语带得好清楚，而他对圣经也相当的研究，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听，
连续听，好吧，我做广告了啊，下礼拜一定要早点来，10点钟，啊，去听王伟的主日学《加拉太书》，最重要，保罗写的，就今天我讲这个扫罗，他写的加拉太，写给加拉太会友的，写的就是救恩的问题。如果你把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搞清楚了，你救恩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就很清楚了。非常重要的这两卷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啊，好不好？一段时间我们再讲罗马书，或者哪天我有时间，我来跟你们讲罗马书。所以你们感谢主，所以保罗在罗马，不是在罗马，讲了吧？保罗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拿巴的关系，他得到了这个使徒们对他的接纳，对他的接纳。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接纳的时候，扫罗在那里就开始被神所用，那时候就他的名字就改成保罗了，就保罗了，神就大大的用他，他在耶路撒冷，然后他是奉主的名放胆的传道。他也和那些门徒们出入往来，他们在一起，然后并且他驳斥了那些说希腊话的那些人，因为扫罗在护教上非常的强，因为他有希腊的文化的教育。你知道希腊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哎，辩论。希腊人就是辩论，希腊人的学问就是辩论，从苏格拉底，什么这个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所讲的就是要辩论。所以希腊有一批人是辩论的人，没事干，吃完饭到一起去辩论，显示高深的学问。如果不会辩论就没有学问，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所以你必须懂得希腊人的辩论的方式，保罗懂。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耶稣就是基督，讲耶稣就是基督，放胆的讲神的道。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兴旺起来了。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过了一些时间，这个教会就开始被建造起来。那么加利利的教会出现了，教会而且平安，人数增多。我们看到在那段时间，保罗他成为了扫罗，我们在这时我们要看到使徒行传，当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圣殿里向扫罗说了话，告诉他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第9章15节，神的命令说，快对保罗说，立刻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不会接受你为我所做的见证，在使徒行传22章18节。所以扫罗就跟那些教会的领袖分享了神对他的信息，说神对我说让我快快离开这里，怎么办？那些教会的领袖就协助扫罗离开了他家乡的大树，然后那时候教会就完全的接受了他，使徒开始了他的宣教的旅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四次的宣教的旅程，最后把福音传到了罗马，传到了罗马帝王的面前。扫罗到罗马是被怎么去的？保罗到罗马是被捆绑去的，作为囚犯的资格到了罗马，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是不能钉十字架的，所以他可以上诉到凯撒，他可以在凯撒的面前证明为主来做见证，神呼召了他。所以扫罗在罗马住的那时间，他在家里放胆的讲道，有人来看他都没有禁止，但是后来主后64年，这个凯撒这个逼迫教会的时候，扫罗殉道，保罗为主殉道，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主后64年，所以保罗讲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从扫罗被拣选大马苏路上到他为主殉道，整整30年。我们感谢主，在这30年期间，他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罗马，就像耶稣所说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我的见证。那么那个地极当时就指罗马欧洲，他们认为那时候欧洲是最远的地方了，如果能到罗马，福音就传得差不多了，保罗把福音传到那里。那么保罗也写了10几卷的书卷，我们看到从整个圣经我们一打开这个新约，我们看到大量的书卷都是保罗所写的，后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新约里边，我们看到罗马书、哥林诺前后书、加勒泰书、以弗所书、菲利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菲利门书，这都是保罗所修的书信。
在这些书信里边非常的宝贵，耶稣基督的救恩被保罗系统化、神学化，啊，神学化。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当他被拣选，他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啊，就像他所说的同族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还有主内弟兄姊妹的拒绝，但是神使用了他。你们呢？我们都一样，不管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主都会使用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诗歌。我的主，我的神，因为他拣选我们，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磐石，我赞美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以你不变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远永远与你天上。我要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歌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的一生要向你俯伏敬拜。我要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歌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歌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与能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保罗向你俯伏敬拜的时候，那一刻你呼召了他。当一个人在基督里边，他成为新造的人，他被你所用。你使用了保罗的一生，在30年的福音的工作中，主啊，你建立了这个伟大的使徒，让我们今天通过他，我们更清楚你的救恩；让我们今天通过他，我们更清楚你的呼召和使用。主啊，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卑微的人，任何一个被人厌弃的人，来到你的面前，都成为你所宝贝的，你眼中的同人，你所用的器皿。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交给你，我们把每个受洗的新受洗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我们把刘燕姐妹来交给你。主啊，你要使用他在日本，主啊，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哈利路亚。主啊，向他的同胞传福音，你向那些日本人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使用他们夫妻在日本为你所用，建立你的教会。哈利路亚。主也使用我们每位受洗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受洗那一刻起，我们就立誓像保罗一样为主而活。那些过去我们以为有益的，对我们是有损的，我们就立誓说，主啊，我们要跟随你一生，活出你的荣耀和能力，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